早晨啊。早晨。你吃了早餐没有？没啊，今天很多事做。我呢买了一个包，你要不要啊？好啊。知不知道这个什么？不明白。1.5米啊，两个人吃饭距离要1.5米，政府宣布了。但你都 office 的。但你在吃东西吗？吃东西吗？吃东西吗？去吃东西啊？你都是？那不如一起吃。好啊。咦，有lift了。哎 ,sorry, 满晒四个人，等客架啦，安全点啊。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，可惜偏偏刚刚擦过10年，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，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，仿佛应该一早见过，但直行直过只差一个。我好彩你头先喺度咋？唉，一睇就知道有嘢啊！冇谂过你咁癫噶嘛，癫过啲武汉肺炎。佢真系信我哋冇嘢嗰下真系癫，你睇下，都冇嘢啊！每晚10点准时直播，7点睇片，10点直播。提提你，I'm U Buy 开始事业啦！